继续来关心这六星来台三法修正通过了后，教育部已经正式公告，大陆学生要来咱台湾读册，停留办法的草案，大陆学生要提出有够的财力的证明。教育部是表示讲，这是比较目前招这外籍学生的做法，不管外侪钱才算有够，由学校自己来定，大约呢是差不多新台币700万-800万到120万之间拢有。六星三法已经修正通过，教育部赶紧来订定公告，六星来台读册甲停留办法草案，其中规定，六星来台湾要有适当的财力证明。所有的外籍生来台都必须减负财力证明嘛，70万-80万到100万-200万的都有。除了要有财力证明以外，六星嘛要提出合格而且公正的健康检查。但是讲到要检查倒一挂项目，教育部阁爱甲卫生署讨论，对这个规定，有中国的大学认为唔是大问题。正常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啊，这个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呀、啊，这是都是一些必备的文件。了解。我估计啊，台湾颁布的这条法律啊，可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。六星来台读册甲停留办法，伫报行政院同意了后，10月初就会实施。而且为着让台湾的大学会当抽到好的学生，教育部嘛规划让大学会当赶伫明年7月初大陆高考放榜前，提早完成受理申请甲放榜。记者林小慧、新志平台北报道。